刚刚在屋头看到老表在用锯子锯东西，问了哈，花了100多块钱的材料，虽然弄成一个啥子家具，我现在看看呢。你去做过没嘛？没有，我想你去做去了呀。看呀，老表女儿在写作业。佳哥，你爸爸来给你弄桌子，你奶奶给你弄桌子。你这个不是有一个吗？我做个柜子。哦，那是你做个柜子，抓这个狗。哦，书柜。像你们说有点多的，这你宝贝儿看见没？哦，那里。哎。哦。哟，还有的晚上我是看到哪里来着？是不是你们来着？哦。我的菜儿，那当时都惊讶了。这个高档，拿得好用。来来来，我们的，你在高科技呢？嘿，哦，这样子的，哦，这样子啥子出来？这样子啥子出来？哦，这样高哦，哦哟，大力，哦哟，咱推门子呀，天啊，你砸了我的房子？砸那么高档，还砸到那里太阳？哦哟。就叫了这个，我都不爽了。哦，好凶啊！对啊。哦，凶！第一次看到我。嗯。坐嘛。啊。混蛋，你要不要上去坐吧？我跟你玩就走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就来了，应该差不多的。对的，对吧？对。可是，哎呦，对呀，姐，你买的话，可能要花的钱是500块钱买买不着。500块钱。啊，自己再花多少钱？110。咦，是100还是160？哦，160我就。姐，你第一次要不要？你真亮呢！哦，好亮！哦，花姐，你看得见哦？花姐姑娘。如果那个白光亮的话，就开那个红光；，反正光开光那个光暗一下，它就开了。嗯。那就多。嗯。那可别光明了，这是要注意，这光亮就红红色。嗯。那这个灯来几号钱？20块钱。哦。还看得见。还可以调调光线。哈子。哦。姑娘来喊回去吃饭了。吃什么？哎，赶紧来嘛，那边。啊？赶紧来。哎，弄得可以。可以啥子嘛？这。十六块还是？自己想的，做的不好看的，没得样子的。还可以啊。还弄的有台灯。可以省了台灯了。还没做好，现在还没完工。走，回去吃饭了。哎，小伟。哎，赶紧来，老表。